这家媳妇儿，赶紧那个别洗漱了，这回也不让出屋，穿不了别的，睡衣也不爱穿，就爱穿这种秋衣秋裤。真不赖啊！洗出来，然后明天换新的。明天，然后去给老爸洗澡。老爸已经有20天，哎，不是20天，快1个月了。然后加上出院啊，没洗澡了。明天我去给洗澡去。虽然不是本命年，嗯，又买一身红的，咱俩重生了。重生了。弄点红的，红彤彤的。真好。给洗了，那个我又给买了点袜子啊。给老爸。老有的粉丝说不是，啊，是袜子也有的是。老有的人说，老爸那袜子咋不给换了呀？咱都一样色儿。不是。我给买了一盒，里边都一样的色儿，对，所以就一穿啥就一盒五双，且穿呢，对，都一个色儿。我为了让你们说他换袜子了，给买的什么？买了啊，哦，2身秋衣秋裤啊，给他投了，行，用洗衣机给他洗出来。哎呀，我好像还给买内裤了呢，是吗？跟我是同款，对，你不是挺舒服的吗？你那个，我给你买了，太棒了吧？你俩穿，你俩穿一样的。都给洗洗啊！行，这跟亲闺女没有什么两样。必须的呀！还有人说你不孝顺呢。我必须得孝顺呢，我还得求他财产呢。有道理吧？是吧？这好多人说，好多人说这儿媳妇不孝顺，那是您不了解是吧？了解了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老给老妈买了吗？买了两个那个羊毛衫。啊，嗯，行，那你给，那你赶紧给洗了吧。我先洗这，明天再让妈试啊。行，妈那先别洗了。OK， 今天你赶紧洗好了，明天老爸这出院20多天了，就等着让我给洗澡呢。嗯，我妈要给洗，我爸不放心，说是让我儿子来洗来吧，我儿子个儿高，怕摔着。洗头洗着够不着啊他。行，你赶紧给洗好了，明天让穿现成的。必须的。啊，你奶奶电话且不好打呢。奶奶，我，哎，起来了。我上您那儿住2天行吗？我爸我妈说怕给您添麻烦。那就是麻烦。我说不让他去，那齁麻烦的。我奶奶平民。他说，我说你奶奶指不定要不要你呢，齁麻烦的。不过我说说完了，我说估计你奶要你。他说我奶肯定要我。哎呀，你听你的奶奶说，那他说他想先去住2天去，等我们过2天回去，正好再回来的时候再一块儿回来。嗯，还没几天嘞。嗯，今天去给我爸洗澡，正好让他先跟着过去。他那意思，他带上作业，带上睡衣好去。给您买衣裳了啊。带上衣裳。别闲了，到那儿再说吧。没事啊，这家妈。我媳妇给你买衣裳了，给我爸也买衣裳，到时候我给他洗完澡都换上。衣裳别买什么衣裳，那衣裳都没地儿搁呢。没事啊，你瞧妈穿的小没事啊，粉嫩睡衣。你买的是吧？嗯，好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行了，我们要出发了，还给他拿了好多吃的啊。给老爷子来点怀柔特产，怀柔的板栗，再来点小零食，各种的，一样来点。到家喽！今天带着闺女、儿子、媳妇儿。陈子，你快拿着吧。开纸卸车，陈子我来。闺女儿子往上拿，往下搬。还不知道你奶奶、你爷爷把你那什么呢？能不能让你跟这住呢？啊，让你跟这住？乐意。我怕到时候给添活添麻烦。拿得了吗？好，走着给老爷子洗澡去，换新衣服。哎呦，哈哈，好来，你别让这门把你办栽了。欢迎到我家来啊，走。哈喽，老妈。奶奶。嘿嘿。啊。我爸给。好吃的，各种好吃的，各种饺子、驴肉。沉着呢，我得买上。沉着呢。有，这什么菜团吧？菜团子啊，这家伙这饺子什么都有。我试试试。驴肉，给您煮的肉。试试试。吃吧。
然后这边，这边搁那什么呢？给您买的怀柔特产栗子都是熟的，小红果，还有那个南瓜籽儿。就快把那饺子冻上吧。我爸想吃花生米，肉芹菜馅儿的，特意从怀柔给你买回来的。小瘪子还有这好的，行了。让你瞅呢。啊？不能二十一天，俩月了，就三十倍。其实也给你钱了，一口六五。不信你。哎，我得知道三十倍。那我做我还不知道。专业的，专业的，你得听专业的，专业的。老妈是专业的。给您洗澡啊，先让您起来活动活动是吧？起来活动，给我开洗啊！我给您这里也出不去了，给您买了两身帅气一点的秋衣秋裤。这行，我给您换上。裤衩都给您买了，袜子给您弄干干净净的啊。慢点，行。单证吧，单证的钱儿，这得五险之证的还有。嗯。行，您不用着急。好家伙，我瞅我爸自个儿来回动弹都可以，什么都能弄。嗯，自己坐小二飞了。行吗？这站能接脚，这站站，这练不了腰。哎呦，行，真没事。不行，那你也别那什么了，别自己私自做主，私自主张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给您帮那些饺子。慢着，别着急。妈就觉得很简单的事，你怎么给弄得这么邪乎？哎呀，我这半夜我就洗澡，我什么都不干。得慢着点，不能大意。太大意了啊！对，我洗澡去。嗯，尝尝怀柔特产栗子。边吃俩栗子，边洗澡。啊，对。疼死了！我瞅我爸这头发，哎呦我的妈！爸，给您推秃子。不是，就那网友说给您推秃子。网友建议的，不是那种。就这样给他鞋根弄那卡尺，就不留着脑顶儿，还不得跟犯人似的。他这形式，他这头大背头，对，大背头。我知道，就留成跟他那似的。然后那意思，他讲话能出屋的时候也就长长了，要不然你天天这样哪弄？还是这样好看。媳妇儿，爸要理那样短寸，他也不好看，跟犯人一样。我告诉你吧，犯人他也不是真犯人，怕啥的呀？他也背也背。大背头。哎。还给您买点小窝窝籽儿啥的吗？嗯，您尝尝，挺好吃的。给爸吃的，省得没味儿在嘴里边。三十碗，里头有骨髓的。三十碗，什么？还算了，干嘛老等三十晚上再吃什么？现在就吃吧。三十晚上咱吃涮羊肉，这都给你们吃的。对，吃螃蟹。我这昨天晚上就拿出，我就为了让你们今儿吃。对。这干够点。你们说我俩吃完吃什么？哎，把这吃了。这是自个儿挠的重，棒棒。拿把这吃了。自个儿挠的重，我大奶奶。哈哈哈哈哈！瞅你奶奶乐的，你奶奶有点好笑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说那功夫吗？奶奶啥？哈哈哈哈！驴三宝。没有。你奶奶。这大补的，大补的这个可好了啊！对，中午你们吃吧。我爹都没吃过驴三宝，告诉我，你也没吃过。好吃，您尝尝。谁吃过？你大孙子都吃了。这一串够够你俩人吃。妈呀，别吃两大斤，受不了我。大驴骨头，可以给人骨头，这不是肉啊，口腔上驴骨头。搁里头就搁边上去。哎，那一点，哎，那还没弄上那个呢，弄一半。这是腰子，后面都是好东西啊。鞭子，还有鞭子，吃吧。妈，你尝一会儿。哦，对。尝一个，尝一个。就跟那牛蹄筋似的。一样。必须得让你尝，是吧？难吃吗？不难吃。肉难吃。你肉还难吃。反正全是煮好的肉。这块是那个驴板肠，这些留着搁里头冻上吧。剩下这拿点吃，这个也吃吧。这家老爸还敢吃，哈家伙！爸啥都敢吃，爸讲话，甭管它好吃不好吃，尝尝。我得吃，行吗？是吧？驴三宝大补的，蘸点蒜汁儿嘛。对，一会儿给您拍蒜汁啊。我带您洗澡去吧，里边我拿那什么。那个暖灯我给开下了，就暖宝，把它提前的预热了。你得脱衣服。我得必须脱衣服啊，要怎么洗呀？啊，甭管了。
搁上面想吃了往这化了，是吧？我给我爷洗的。你待会儿吧，先把爷办呆了。你不是想在这住一两天的吗？啊啊啊！欢迎吗？他在那住。住着呗。你怕给您添乱？住他上学去。住他上学去。本身你奶奶照顾你，我说那意思，你别跟那住了。我儿子说我能自理。这姑爷子就不要拍了啊！我得给老爷子洗澡了。走时装模特儿都能钻。戴哥给老爸洗澡，我让婆婆走时装。啥了？老模特出了。挺好，挺合适的，是吗？嗯，这是不回去了。不回去？不，腿肥了不管了。这俩正好。多漂亮！有特别肥的，好看吗？儿子？好看。我觉得得那个更好看。嗯。但是这个穿着，您把一顶穿着照着好看。那个，其实拍摄我想给你买一个绿色的什么的，然后您儿子我俩共同又选择那个颜色，那花好看，您再瞧瞧那洋气，真自，哎，倍儿雅气，是不是？妈，这花是不是挺雅气的？雅气。对，这是我俩后来拍摄我选择一个绿色，后来我俩共同一瞅，您这个觉得，嗯，这花好看，这色雅，俊，嘿，不错啊，还挺合适，嗯。行，配上裤子就好看了。谢谢，客气客气。儿子非要张罗给爷爷穿袜子，会穿，给爷爷把袜子穿上，一会儿穿秋裤好穿。嗯，我干这儿好穿啊？对，熊裤子倒不好穿啊。对，老爸这个袜子我儿子给穿的啊。降不降叶给穿上了，反正衣服都穿好了，澡也洗完了，然后刀口恢复的不错啊。有好多粉丝提醒我，这个刀口上边这个碘酒不能重复蘸啊。我之前不懂啊，然后我换了一个碘酒啊。感谢你们的提醒。行，挺好，腰围给戴上了，老爸重生了啊。小头也洗完了。哎呀，我帅的，这俩叶变成老干部了。让我看一眼，老爸，我亮我亮我亮，你给亮亮。哎，这回干净多了。哎，小头也捋着了，这家伙，我跟他路上，我还说你拿手把爸那头稍微拿他稍微给挠。哎，你新买的这个刚洗完了，然后爸穿完之后还挺好，倍儿合适。必须的，松宽的，我这回买的都是这种高腿。小袜子洋不洋气？洋。这是你给买那个穿上了？嗯。挺好的，但是主要是套上那什么。刚才我那个拍了，看我妈那个时装秀。是吗？啊，你给拍了，太棒了，挺好看。还红的，其实是杠上粉丝粉了，还红的呢。挺好看。嘛去了？给爷爷别打扰。找孙子去了。啊，怕打扰学习，怕打扰学习。给续点水，喝点水。刚洗完澡，怕您嘴没味儿。对，给您买个山楂。嗯，好好吃。好吃吧？但是不能多吃啊。不是，真洗完澡，手都光溜了，抹油了吗脸？不是脸，抹点油的。对，你给把拿过来。对。山楂您吃了吗？吃一个。吃一个啊。对，抹点油。脸上，哎，对。这家，这。告几点油，光溜啊，立即就帅了，又变成又变成帅哥了啊！文强，你不是高仓健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咱不喜欢他们那边的明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抽抽您吧，是吧，大伙儿？喂，得好，吃呗，有点歪，往里一点不行，别这样，我们摸摸。哦，行，您慢慢。回来坐，这家伙，我们回来一趟，然后给老爸洗完澡了，新衣服也穿上了，就等着过年了啊。然后老妈炖的排骨，焯一个辣白菜，拍个黄瓜，这是老妈拿手的炒这个蘑菇啊，孩子们特别爱吃。香菇，香菇，还炸一小鸡翅啊，这是我们给炖好拿来的，来，来吃。
吃吧，您先吃。我这有六碗。啊，您先吃。啊，我这有叫爆了。大宁要吗？要。两吃一起。给我来点。嗯，我不够吃。今儿这饭蒸特别香，是吗？嗯，哎，还有呢，合适是吧？嗯，我还发过。您吃吃这。哪天拿发过我？真是您喝水。这我买一个。没买茶。庆祝你爷爷重生了啊！澡终于洗完了。洗澡了。洗澡了。快一个月了，这家伙。马上过年了啊！先提前给你们拜年了。哎，这家伙儿子为了跟他爷爷奶奶这儿住，他妈还安排好了干活每天的。每天的你别的不会干是吧？给蹲地，给奶擦一遍地了。哎，这才是你奶奶的好孙子。行呀，哎，你奶奶的伺候你爷爷是吧？扶起来倒下去，给你们做饭，完了你负责蹲地，行吗？擦桌子行吗？把这地哪有脏的时候着重擦两下。哎，但是一定要记住啊。炖完了之后涮完了一定弄干了啊，擦的时候也弄干了啊，千万别让爷爷滑倒啊。洗锅吧，怎么那什么，挺好，真棒儿子啊。哎，给爹妈干活得给那个爷爷奶干活是吧，就相当于给你自己干活一样，知道吗？你干得越好越得到别人的表扬，如果你越懒惰会得到别人的批评，好吃懒做这人学不了好，懂吗？我的妈呀，儿子，还真够艰苦朴素的。你这样艰苦朴素，多给奶奶干点活，多给爷爷干点活，啊，我还特别放心让你在这住着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能好吃懒做，是吧？哎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的，什么都不管，那还行。哎，千万不能那样啊，力所能及的活都得干了啊。非常好，这样我就踏实了。他们，还有跟家的跟着外客吃。行。那你老实待着吧，我三十就来啊，这衣服都有换成新的了，我媳妇都给买好了，洗干净的晾干了给穿上了，挺好，休息吧啊，洗完澡清爽了。那你跟这听话啊，行，我说带你买身新衣服去，我儿子说不用了，艰苦朴素，行。老妈非要给我拿点排叉啊，昌平人管这叫嘎嘣儿，天下所有有的这是鸽子，好吧，带馅儿的叫鸽子盒。妈，别拿了，我有一袋够了。啊，他要吃，行，那吃吧。我儿子要吃，行啊，行，好嘞。嗯，给你儿子闺女。你们那儿过年都炸这个吗？北京市应该好多区应该都炸这玩意儿，全国我就不知道了啊。我们家从来没有过啊，从来没炸过，您听说过？这家整个那什么，一场交易，我给拿点那窝头来，您给我拿点豆包去，互相交易。嗯，我吃豆包。还是豆包。嗯，馒头也行。这家分赃不均了。这是豆包，豆包，这是馒头，大根豆包。哎，管他馒头豆包，你还有皮儿。我都吃。这家，那跟这儿聊天呢，那我瞅他。能解闷儿，儿子跟这儿呢，是吧？能跟他爸。原来他爷爷能跑的时候啊，一般不怎么推留他的孙子，是老怕那什么，是是。老是现在跟这儿吧，能解闷儿是吧？那说啥了还？这回能陪着你爷聊天了，这回。行，那我们走了啊。那得按时写作业啊，按时写作业啊，照好爷爷啊，行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你有什么都别出去买去了，行，别到时候您又招呼上，到时候您买吧，您跟家跟您孙子你们俩踏实待着吧，给我爸爸玩了啊，对，我们走了啊，吃的喝的我们连三十都买回来啊，你也不用管了啊，那不是那时候空袋，我刚行，拜拜，拥抱一下，拜拜，拜拜。